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北野武曾在自己的书里写道，当我站在正宫门口时，脑中瞬间一片空白。一开始我来这里是想为家人祈福的，但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我和我的愿望甚至都变得如此渺小。尽管自己是理科出身，但我认为所有的创意和思维都离不开非凡的想象力。虽然我对自己的想象力充满着自信，但说实话，我实实在在被眼前的神功所折服了。人类的想象力在他们面前或许只如草芥罢了。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是日本最重要的神社之一，明治政府曾将其地位定于国家神道顶点之神社，也常被称为日本人的心灵家园和精神支柱。自建造起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外国人进入，直到1957年后才首次对外国人开放。神道教是日本传统的宗教信仰，其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神居其中，所以通过神社来表达对自然界的敬畏和感激。在日本神话传说中，天照大神既是皇室的祖先，又是给人们带来稻米的伟大之神，位于日本众神的中心。而伊势神宫内所供奉的正是被誉为母亲神的天照大神，每年吸引超过800万以上的游客前来参拜。神宫主要由内宫与外宫所构成，内宫被称为皇大神宫，祭祀天照大御神，现在看到的外宫则称为丰寿大神宫，祭祀丰寿大御神。到神宫参拜，一般都遵循先外宫后内宫的习惯。参道的中央被认为是神明的通道，因此不要行走在中央，外宫是左侧通行，内宫则是右侧通行。先要在这儿清洗一下手和口，以前是有那种勺子的，现在因为疫情的话都改成这种自然流水的形式，避免感染。在日本神话中，日本人认为远古没有日本列岛，一对远古大神兄妹结为夫妻后孕育出日本列岛。这对兄妹叫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。伊邪那美在生产火神时被烧死而落入黄泉之国，伊邪那岐前去救妻但没有成功，回到现世在日向国的海边洗去污秽时生出诸多神灵，左眼生出天照大神即太阳神，右眼生出月独命即月亮神，清洗鼻子时诞生出须佐之男。因日本母系社会太长，人们对女性的崇拜远超男性，所以神话里的天照大神为女性，而月独命则为男性。日本人认为天皇既是天照大神的子孙，是由天照大神派来治理日本岛的，天皇是神意的传说便是由此而来。天照大神的主要祭祀地是伊势神宫，以八尺镜为神体。
位于内宫入口处五十铃川上的宇治桥是一座典型的日式桥梁，长约100米，被认为是俗界和圣界的分界处，过桥时要靠右侧行走。这座桥也是著名的摄影景点，可以在桥上欣赏到各季的美景。每逢世年迁宫之时，这座宇治桥也会被重建。在江户时代，歌词里会唱到，我想去伊势，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。伊势是自古以来日本人向往的神圣地方，也足以可见神道教对日本人宗教信仰和大众文化的深远影响。神道教是一种日本远古巫术演变而来的宗教，认为万物皆有灵，树木、山石、河水均有神灵居住，所以日本有800万神的说法，而天照大神被视为诸神之首。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，是日本的本土文化。在古代几乎全封闭的日本，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，充分反映出当时日本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社会思想。
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在日本国内，信仰神道教的占日本全人口的比例达到85%，普通人几乎人生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祈求神的保佑。日本全国大大小小的神社达8万多个。日本人一般在出生30至100天内都会被父母带去神社参拜，在3、5、7岁的11月15日，所谓七五三节，要参拜神社，升学结婚要到神社祈求神佑，新年元旦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神社参拜，求个签，讨个吉利。神道教并非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有较多的规定和要求，但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，潜移默化中将崇敬自然、感恩万物的思想融入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。